所以你刚刚说它是什么名称？黑莓乐园。黑莓乐园，对，它有很多的莓类。那这个就不用挤卡士达酱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就不用挤卡士达酱了。这边，然后蓝莓。卷法不一样。所以蛋糕这种东西也是一一都要手工这样子完成哈。对。所以不要再随便嫌人家蛋糕贵，对不对哈？任何做这种糕点的人都是这样手工的。嗯。我先看一下。那你可以想。所以这边的草莓放的是比较小片的，对。光用看都觉得很好吃。你的 cream， 你的那个鲜奶油里面是放黑莓去打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黑莓我们有放果泥跟那个果酱。果酱，黑莓嘛，不是蓝莓，对不对？不是蓝莓，因为它其实是它的学名，它的产品名叫做综合野莓果。哦。对，森林综合野莓果，它里面有红醋栗，然后黑莓，然后蓝莓、覆盆子。嗯，所以就是对综合。说还是刚刚那个原味的比较多人接受是吗？还是都有？你说草莓吗？嗯，草莓对，比较多人会喜欢草莓。哦，草莓，对他们看到大颗的草莓。原味的话，我们这边的，我就说没有，我说刚刚那个，就是白的那个。哦，你说我最刚开始那个有那个，那个是对招牌生乳卷。对对对，大家最喜欢那个，对，然后这是就是森林的野莓果，它里面有黑莓、红醋栗跟蓝莓。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自己熬的？不是，这是我们也是去买果粒回来，然后就加糖腌制的。腌制的，对，这个好哎，好。然后它里面奶油就是会加它这个就腌制出来的这个汁，对对对，所以才会有这个颜色这样。然后就。刚决定买一卷，现在要三卷。那掉了，小心点笑。
然后就要卷。对，就卷起来。下面呢？没关系，我先把它移过来，下一个。好。那卷慢一点吗？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就是，但不用给我们多，都各给一个，我们尝一尝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今天吃蛮多甜点。真的吗？刚在那边也吃。啊，好的，谢谢。那你帮我拿那个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